祝福鼎新和的文教基金会25岁生日快乐。14年前，鼎新和的文教基金会在竹子村开设农村课务班，开启了与德兴国小的长期合作关系。感谢基金会长期关心偏乡教育，去年在疫情严峻之际，还赠送全校师生开学防疫包，并且与正声广播电台合作，邀请音乐家立校演奏，并且补助本校课后照顾班的部分经费。值此鼎新和的文教基金会25周年庆之际，我谨代表德兴国小全体师生献上祝福，感谢有您。